在天时啊，哦，上重要就是讲，因为咱现在有瘟疫的问题，哦，有这个新冠疫情的问题，已经影响到全世界，啊嘛影响到咱台湾。啊，所以这个当中呢，现在就是讲，讲风不调雾不顺，人心不固，道德冰冷。啊，如果安尼啊吼，咱的天啊吼，你就降下这个疫情。哦，啊，这个疫情就来个咱的世间啦。哇，现在已经影响到起起伏伏的生活，啊，影响到各行各业，已经和咱全世界哦，每一个国家哦，非常的担忧。啊，咱今仔日咱道教的一份子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用咱道教的方式，啊，发大愿，哦，他们再来举办这次的活动。啊，所以甲定位就是讲，今年是什么年？拄啊虎年，哦，啊在举办这次的迎福三温吉安的游台大典。所谓游台就是保佑台湾这个典礼。啊，伫咱足侪道教的朋友，啊，甲咱即个宗教的长辈、祖先的长老，大家安尼甲看看就是话，其实上第一重要的。咱要来去，让天降下这个甘霖，让这个智能会当成形。其实，就咱古早人咧讲的，孝才会当来感动天。啊，因为有这个孝来感动天，咱才来向咱上天来祈求，来个诉苦。就是讲，看会当用这个孝感动天的理由、的做法，啊，才来甲天讲。看是不是讲哦，爱敬敬大家，或者运行哦顺利，会当福回天降。按只会当咱的社会，按只会当恢复较早的平静。啊，唔只会当大家安顺顺利利去属龙当中做伊的生活。是，我的这回是去受的礼来啦，受的礼来就可比人哦，你心中的贵贵，而且地势变大，啊人，在这心中当中，人讲哦，老爸的亲情深啊。啊，老母的亲情深啊！咱的父母啊，咱一般来讲，无看到老爸的辛苦，啊嘛无看到老母怀胎的辛苦，因为嘛，咱出来了后，就去哦，照顾个非常好。但是，当然有一天咱慢慢大汉了，有偌济人。我的人把你感染过光，啊，咱是细人是大不低的，好奇的坎坷不低的，啊，咱的爸爸伊外口不管伊做头家，还是做人的心头，伊所受的担当和伊的苦衷，伊我都有对处的讲，啊，这妈妈呢？你说我的镜头除了是这个行程，可能你有孩子拍戏，就是以孩子为主，还会有这个话题来静静去如果是让人家去啊，这个来啊，比如说咱的天地啦，我说的说地欲生机啊，养万物啦，就像咱的妈妈同款啦。哦，咱食咱囡仔痛风食袂落去饭，许多人就烦恼啦。感冒，啊，着小儿科带来，啊，着赶紧要来甲看病，看药啊，要来注射，要来甲什么的。但是当咱一工一工，咱一直成长变大人啊，做些人出去外口赚钱啊，赚钱回来，我甲讲，今仔社会啦吼。少数
会当登来交流。多数呢，拢是伫个感觉家己开家己欢喜啦，比起我是应该的啦。咱来看世间的万物啦，世间的植物也好，动物也好啦。一出世了后，咱来讲简单的动物啦，伊就一出世了后，家己就爱爬起来，好像咱人同款，就爱互爸母安尼牵起来，牵咧后面咯。咱的动物啦，咱的羊啦，咱的老虎啦，咱的狮子啦，都、就是爱叫叫叫叫咧看有通个食啉落啦。啊来，有法度活落来无？这个是因家己的本领。但是咱人呢，咱人讲叫做万物之灵，但是这个灵已经拢无去啊。我讲的灵就是灵魂的灵啦，变成一个无灵魂的人。无感恩的人，我这确实是来讲，有些要来办这个孝子感动天的大事。这两年来，台湾所遭受的瘟疫啦，吼，其实这个瘟啊，瘟就是代表破病啦，吼，嘛不只是这个瘟疫咯，所有破病的人，咱就是要来甲这个瘟。所谓温馨，咱用咱上清洁的心来对天讲话，来个祈求，来个请托，拜托来行温馨，是不是会当来参详一下？咱报道咱这老百姓，嘛是个真重要，啊是不是会当来个这个人讲温馨来归位？啊，咱。爱参会，其实咱咱人生个过程一定要参。那么等于讲，咱咧敲屋这块土地，敲开发这块土地所犯的错，啊，所以才来办这个大殿咧吼。我深深的体会讲，咱有着足少的人量啊，结果发现大家来参加的人哦，伊有一个机会来跪着伊的爸爸。跪着伊妈妈，跪着伊阿姐，跪着伊阿公，跪着阿妈，来向天，互天看，即个意义，即个感动，归还。我感觉这，这不是个人的成就啊，这是个人的感动。你看这个人，会当安乐，安平安，来看你来，合头合到老婆，咱来祝你，个人。家生活一些波折过，波折过后没了。道德伦理几乎尚存无几啦，就是村的有够少有够少啦。大概就是要争啦，争这个名啦，争这个利啊，争这个到底想过啦，争的是要创啥？人呐不好啦，你争的是要创啥？搞不好你的因果就是作歹啦。忽然间会发生什么代志拢唔知啦。那么伫这个大殿当中啊，我看到足侪大乐啦，看到足侪经济非常好的人，非常有成就的人啊，我拢甲因讲啊，辛苦恁啊，麻烦恁啊，哦，啊恁啊遮尼辛苦，伊讲啊，你上辛苦，我袂。我该看你，我辛苦是你，啊，这叫啥？这叫做感动，这叫做咱感动，人感动咱是个小小的老百姓，过来感动天。天公，你发现的是，天要万事。种种的人间星空气质的人因好为根天正人好地位大感谢你
反正都在天在处，用天用地用地用物参会，用天用地用地用地用咱的心中来参会来感恩，因为咱这个在处感恩参会。你爸爸再拜，三拜，请高僧。啊，就是希望这边的大殿，咱唔当是一百分，但是咱用一百分大的全心全意来做这个大事，啊，来有这大事。来做好出来，咱唔知影天干下面来，但是咱至少咱有咧做，这是我对这边这个意义的成功。我伫遐咧三跪三拜，咧教阮爸爸跪下敬酒。第一跪的时阵，第一拜的时阵，阮爸爸就盖面单，就咧来甲我看起来，咱呢个心啊。人讲吼，手抱海鱼呀吼，他怀母恩呐，就是讲做着人的许多爱心，你才会知影父母的恩情较大滴呐。你看咱伫遐咧跪，伫遐咧迄落的时候，伊是怎样怎样？啊，上贵的啦，这个大殿为何要来办？咱就是来，这个土地啦，谢谢。这个我这个灾难无幸啊，诶，这个病毒你看袂到诶，过来咧伤害，过来咧咧互伊安尼刚刚新鲜一点。人讲吼，变尖啦，但是讲爆掉啦，讲头上出一包，那面头上是有的，啊有几只，所以安尼倒去。咱难得的到嘛，所以咱的起心动念，咱太慷慨，因为安那一日之所需的百公司为最难。你敢那一工所食、所穿、所用、所买过、所有的物件，是几十万的人啊，所来做事，你不要做车，无人愿意啊，无人敬财。环境不一样，不然吃饭啦，不然啥，你靠什么吃？所以这一切的一个，我来感恩世间的人，感恩世间的人。爱珍惜你所看看得到的当下，你所看得到的人，你不是怀着怀恨的心，怀着吃醋的心，怀着怨妒的心。来看待别人的心情，我曾经讲过就讲吼，家己无能力就爱努力啦，家己有能力就爱提拔别人有能力啦。啊，这个世间，他也忽然间变个安尼啊，有一个例啊，有对阿母啦，生气了囝，生气了囡仔，不用中在心里，到尾啊，竟然去气了囡仔啦。无法度饲一对年老的父母啦，安尼的话，这是毋是叫做真讽刺啦？啊，无就是真济财产分了了的时阵吼，出国去啊，一个外人娶我生囝啊，放许多人离台湾，这时光啊，咱居心何忍啊？当时台湾的土地会当变大。所以咱要来个用道德来体会这个真理，就是讲百姓好人先，人以孝为根本。啊，你只要以孝为根本的心，你的感恩的心就会生出来。你感恩的心一旦生出来，你就会珍惜百姓。
那你一定是万物你就可以有所有所加万物有所呀，你就欢喜起来。啊，为什么讲啊？大家来参加这奥数团，身体无好诶，你看看这家里几多？就讲我不来报名，我希望天公伯啊，会当来保庇我的爸爸的身体，会当做较好个呗。啊，希望我的阿姐。身体会当做好个，这才是健康。咱做人的根本，啊，那这个那个，咱是对头到底，那是点点啊，咱小小的台湾啊，咱无要回向给咱家己啊，咱是为着台湾，为着遮个咱遮所有的移民啊，像高雄那个地区。另外一个就是个医院的工位，嗯，啊咧做这件代志，啊讲一个搁较比喻啊，吼，咱会当影响一个耗数三千，咱就是欢喜心啊。啊啦，若一个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、阿姨、阿伯、阿姐，吼，伊去感受到这个爱，也将感受到家里是一个爱。我感觉我安尼种四个好过啦，我就讲安尼就有价值，人生安尼就有意义啊。人生的意义不是你赚偌多，不是你偌聪明，而是你做上面有价值的代志。这也是我对讲这边一边以后的出发点，来讲咱唔敢假天子令诸侯。咱唔敢讲，咱用好就我都会感动伊啦。但至少咱爱做啦，是我心内的话啦。啊嘛，希望这个世界，还是听会到的人，看会到的人，有灵感的人，会当来回头看嘛。咱的时段够低的，好好以后。咱的时段无低的啊，你想讲你天顶的爸爸妈妈好不？以后有一天，他说你。现在过去做人的时候的时候，有一天你也做人的时候，你就会把他做习惯的情况。所以咱一切要感恩天地万物，会当来万物。这就是我在地上对这个人生的意义的另外一个单纯的一个体会。拜关系重要，而且
咱上辉红叶红叶，上辉。